洗洗咋回？咋回事？妈，听他前天一早是不是扔了洗衣机吵到你了？没有啊，这年纪大了，睡不着啊。妈，你再去睡一会儿，等饭好了我叫你。不用，这大清早的洗大衣裳。这几天这院长赶货，要提前去，我怕没时间洗，就早起了一会儿。都讲好了，妈，我去跟豆豆讲。 大玲，这不是没歇一会儿？嫂子，没事，坐那歇会儿吧。谢谢嫂子。没事。哎，婷婷，你那女人快点啊，跟护士班着急，抓点时间啊。好，好啊，团长。大玲，给你去对付，我来办。谢谢嫂子，赶紧去吧。好。 哟，老嫂子，你这捡破烂卖力钱，还有小亚挣的钱，都给婷婷了，你不怕她都给你花了？你也不防着，我给她一大的钱不给她花，给谁花？她不花我也不高兴，嫌弃我不带出息。嫂子，真是谢谢你了，要不然我就要被厂长骂了。没事。 是不是昨天没有休息好？我这几天一直没睡好。咋回事？我那三岁的外甥女，天天晚上闹，昨天更是闹我一夜没合眼。咋你的？那你姐呢？我姐这段时间比较忙，本来是我妈带的，我妈这两天生病了，这老年人休息不好就容易生病。行，白灵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。 嫂子，你慢点。好。美女，看洗衣机啊？嗯，有没有噪音小一点的？有啊，咱们家洗衣机容量大，噪音小，关键还省电。老板，这款多少钱？这款是1880。那么便宜。 你要诚心要的话，给您优惠200。行，那我就要这个。好的，这个地址，您看明天给您送过去行吗？可以。阿姨买这么多零食啊？哎，谢谢你了啊。没事。 老嫂子，你这又给你又买了啥好东西呀？啊，你刚不我吃饭，我搁那买了面包啥的。哟，你坐到啥？请你帮我们趟吧。你，昨天给我钱花了一千多，花就花就是喽。他挣钱不给你花，给谁花？我买了个洗衣机，容量大，还省电，主要是噪音小。你年龄大了，睡觉轻，这回就不怕吵到你了。 我忍不住就买了，忍不住，啥都忍不住。妈，你生气了？妈，你别生气，你咋对几个都能忍住？妈，
游戏机也没了呢，那不是得几个钱花钱？咱俩洗衣机坏了，我没有啥要花钱的地方。咱没有，人儿媳妇都穿的带银的，凭啥你没有？你叫俺到家，谁来享福的？我跟你说算账了，你不心疼，我也心疼了。妈，有你陪着我，我更享福了。别生气了，我去做饭了。 奶奶，我把亲戚退了去，退的钱给几个买得起的用的。 等回去几个，妈，我不打算退了，我嫁到这个家就是看中他尊老爱幼，善待他人的家风，钱没有了，咱可以再赚，好的家风没有了，这啥也没有了。妈怕你累了，你嫁这个家也没享受啥福。妈，能嫁到这个家是我最大的福气。哎，我吃饭了。妈，你尝我做的午餐肉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，我比较尝的。那是。那